大家好，我是一百，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管。今天我来和大家聊聊我一生中最黑暗的几天。有一天，我因为工作调整的缘故提前下班回家，原本我想给我的妻子翠花一个惊喜，万万没想到我看到了一幕让我终身难忘的画面。通过桌子上的纽扣，我判断给我妻子做头发的是我的上司老王。此时的我脑子一片空白，只能默默开车离开。哎，人一倒霉，什么怪事都来了。突然，一个叫老铁的劫匪对我实施了抢劫，心如死灰的我眼里闪烁着异样的光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一脚油门教他做人。是，我错了，来，他们放开大家哥，大家哥，远离了绿油油的城市后，我冷静了下来，并和老王成了患难之交。受到他的启发，我决定去报复老王，偷老王的小金库。老铁不经意间打开了我和翠花的录像，就在我要发火时，一直爬到我脸上的蜘蛛打断了我的情绪。而更倒霉的是，祸不单行，就在我们重新出发时，一对名叫老铁和老黑的劫匪对我们实施了抢劫。不过最终我们还是控制了局面。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时，手臂就被老铁走火打中，还好只是一点小伤。天色已晚，我只好来到老铁家借住。一番休整后，我和老铁开始了复仇行动。我们引开了保安，悄悄潜入老王的办公室。我们的行动非常顺利，没想到离开时却发生意外，我不小心碰到收音机的开关，引起了保安的注意。而幸运的是，保安小哥并没在意，只是无瘾犯了，直接就在办公室里糟了起来。你送我一束鲜花，顺利芬芳，我送你一束玫瑰，久久长长。最终我们成功的离开了公司，虽然大仇得报，但我的内心只剩下无尽的空虚。原本我想和花店小妹酸菜来上一发助助兴，但此时我的脑子里只有翠花。于是我打电话给翠花，问她变心的原因。然而这发生的一切只是误会，当时在房间里搞事的是翠花的妹妹和妹夫，而那颗纽扣只是老王上次来我家时落下的。这下我可闯大祸了，第二辈不能怪社会，老邪老黑趁我不备抢走了我们的钞票。于是我赶紧带着老铁去追他们，最终我用我的神奇枪法制服了老邪他们。我准备将钱还给老王，虽然老铁也很需要这笔钱，但他更不希望我因此前途尽毁，只能无奈离开，选择成全我的幸福。我也因此顺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，回归到平静的生活。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假如你是老铁，你愿意把钱还回去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喜欢听一百讲故事的，别忘加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